之门，这是 one plus one 的。Oh my god， 很显身材的那种。留了很大片的来分享。然后这款的素颜霜跟其他素颜霜不一样哦，它叫黑，涂在你的牙齿上。这个有点像是隔离霜，好像你上妆会卡纹啊那些，就是因为要不要？影片看到最结尾我会送大家东西，这是发际线守护者。这个呢 ，feel， 很难呐、啊。这个雕是超级无敌可爱，这是男生的内裤啦，非常有手腕的，进去的，那就买了。耶，宝子们，今天的影片呢，就是来分享我前段时间去泰，我前段时间呢去韩国的战利品，开心，好像我第一次拍战利品哦，妈。好，有点不记得了。好，今天的分享呢，蛮多元化的吗？有点不恐怖自己。好，我们先从什么开始呢？我觉得我们先从食物开始好了，因为呢，我的食物们其实已经给我吃到七七八八，我真的是来留一个 piece 哦，为了拍战利品。因为真的很好吃，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容易饿的人，所以我带出去很快就会呀吃完。我先讲我在 Olive Young 买的这两个呢，是我每次去韩国 Olive Young 我一定会买它，然后我都会不敢买太多，因为我真的会吃很多很多的那种，所以我真的只是敢买一大包。我记得这两个是 One Plus One 的。妈，记得这两个不是 one plus one， 对，我是买最大 size 的。这个是 garlic 口味的脆片，我记得 Jenny 好像有在她的爱物分享是吗？有讲过，对， before that 我就知道这东西了，这东西真的很好吃。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garlic， 你可以 try 其他口味，但我就是独爱这个 garlic， 超级好吃，我真的是留了很大片的来分享。这样贪吃这样哦，我你看就是这样的薄薄的脆片，我真的没有在我房间吃东西。哎呀，乌龟壳，超级好喝啊，咖喱味很香，很刚好，我又不会很甜的那种，所以我真的超级爱。虽然讲它主打的是低卡啦，就是卡路里比较低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吃多了还是会胖的，它只是比一般的 maybe 健康一点点而已。然后还有这个巧克力脆片。这个也是很好吃，它是这样，我应该是留啊比较多 chips 的。哎呦，我的指甲已经脱到七七八八了，我真的是我自己拔的啊，好丑哦。就是这个脆片很好吃，这个也是，有点漏风啊，但是真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 chocolate brownie。真的是漏风了，还有一个叫 chocolate chips ball， 这个我记得应该不是在 Olive Young 买的。妈，有点不记得了，它是球来的。我跟你讲，我对任何 zero sugar free 啊 whatever 啦，我知道虽然 sugar free 它还是不是很健康吧，我就是基本上只会吃这样子的零食，因为我已经有那个 systematic 了，你知道吗？我的头脑已经很 automatic 来，我只可以吃这样的东西，所以我都会找这种东西来吃。那个也是很好吃，就是脆脆的，所以你看我喜欢的东西，有任何东西都是脆的，因为我很喜欢吃脆脆的东西。我们就介绍一些在 Olive Young 买的护肤品。我在 Olive Young 买的东西呢，其实大多数都是看小红书的，真的是很小很小一部分是自己去 try 啊，哦，很喜欢，然后我就买。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在 Olive Young 买东西，是因为它会卖 bundle set 这样子的，然后会比较便宜一点。虽然讲真的是一点点，然后我买的东西哦，已经是全部都没有盒子啊，盒子太占位。我的行李箱爆满，姐妹们要开始咯。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个我自己蛮喜欢的口腔护理的东西，但是有一个口腔清新喷雾我其实也有买，我放照片啊，我不懂在哪一个 bag 啊，因为我基本上我每一个 bag 其实都有一个口气清新的喷雾，因为就是我不喜欢我嘴巴干干这样子，所以呢我很喜欢买口气清新喷雾，然后有时候你知道了啦，吃的东西味道重一点哦，残留在嘴巴里面的味道我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个人只要看到哦不错的口气清新喷雾可以 try 可以买，我都会买基本上。然后先跟大家介绍那口气清新喷雾之外呢，那个
不小心刚刚给我拔掉两段了。这个是那个爆珠糖，你们知道吗？就是它其实就是很小粒很小粒的，就是很适合放在那种小包包上面。它就是来这么一小粒而已。啊，这个清新可以停留很久，然后它很辣，我也很喜欢。就是来，你想要困了睡啊，你就用这个，真的很好。我有点后悔买这么少，因为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其实我很想要少很多。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7000韩币，哇，真的很辣，而且很香，我很喜欢这个。在下次我会买很多牌。可是啊，它没有一次过卖很多的，所以哦，你买一排哦，就会很多个盒子，你知道吗？它就是其中一点很不好的，就是它其实可以一次过卖很多。还有就是这个是漱口水，口气清新漱口水。这个的话，它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辣，来辣到有点怀疑人生，真的很辣，但是也很爽啊，版就是你睡觉前你的嘴巴是很香的。它其实这边有一条线，然后你就这样压压压压压了，然后你掺水，然后这样漱口。假如我有见面会啊，还是那一天会去 event 哦，基本上我其实会带漱口水放在身上啊。In case event 前呢吃太重口味啊，我其实会漱口比较好啦。这种小小罐呢就很方便哦。呀，其实我们买的很像，那什么牌子啊 ？Lister？ 忘记啊，其实还有更小只啊，推不推我就不懂，大家自己喜欢。下一个牙膏，这牙膏很可爱哦，它是跟这个，我是不太懂 Hello Kitty 的角色的，它叫什么嘞？我是懂的，只是我现在不记得，叫什么嘞？它叫嘿，我暂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真的是忘记了。啊，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啊，它叫什么？是不是有点不专业啊？好了，不要，我要专业一点，我去找它叫什么。哦，哈，库洛米啦，它叫库洛米对吗？对，还有库洛米。据说他们这个呢是韩国人本地人也会用的牙膏，它就是美白效果很强。用了两个礼拜，你们觉得呢？我自己是咖啡人士，你们可以看一下。一开始因为第一次用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奇怪，很辣。这样子，但你习惯它了过后，你就觉得蛮好用的。然后它的牙膏哦是紫色的。很像那种真的是招灯美白那种牙膏。So far 我觉得我用完很不错。它其实牙膏的盒子呢就会有这种，好的，应该在这里啦。这是几号？大概6、7号这样子。好像这个也很，我其实不会看这种的嘞，就是美白了啦。然后呢，我还有买一个东西是，它这个是美白贴，我还没有用，我就是要等这次分享给你们，然后我来用。它其实它美白贴跟这个美白剂是一起的，按了，然后涂在你的牙齿上，然后再用这个美白贴放在你的牙齿上面，大概多久？一时间30分啊，1.5小时。没有错的话，一时间30分应该是啦，就这样子贴着呀，任何美白的东西都try一下。我自己看小红书上面，他们都是讲很推一下，所以我也不知道，还没有try过。然后下一个，这个Dabba，不知道怎么讲。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是水油喷雾来的，然后它这个名字呢很厉害哦，还有一个别名叫空姐喷雾，基本上空姐都会有一瓶。然后那时候我有在 IG Story 小分享一下我在 try 的东西，全部人都讲很好用。 So far 我自己也很喜欢，是它很细，我想给你们看到吗？我喷在这边，它很细，所以你不会一喷你脸上就嘣，那种会被吓到那种。很爽，它有一个香香的味道，它不是那种香精味，它是水油的，你有看到吗？上面是油，下面是水。So far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我上飞机我都会喷它，基本上我都会带它出门，就是随时随地就喷这样子，因为我最近很喜欢油的东西。大家这个可以买，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必买的东西，这个。Corridan 唇膏，这不唇膏，这个算是精华唇油。我其实有买两个，都是他们讲很推很推的。我只用过了 Corridan 的，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嘴唇一直脱皮很干，然后 Corridan 我用了，我觉得 so far 好像最近比较少脱皮啊。我用那种 matte 的口红哦，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脱皮，那种卡卡这样子，我觉得这不错。哇，我跟你讲，这两款哦是去那边一直空的，然后就要马上。补那种很多人少，这个是 Bring Green， 他们也讲这个很好，我还没有 try 啦，因为我想
try 了一个再 try 一个，嘴巴没那么多，然后它都是一塞一塞卖的，一夹一这样子。下一个我们介绍口红吧，直接这个大家应该很知道吧，这个口红叫 Muji Gay Mason， 有点难念，它就是奇形怪状的口红。然后我其实之前就有点想买哦，然后一直没有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没有买嘞。不懂，现在有一个 Stranger 003，我觉得它的这个颜色真的很美，怪不得很快就售罄了。然后我也觉得它不那么容易拔干，真的是蛮好用的。它上嘴其实很好看，你看，我是黄皮哦，我觉得这个蛮适合黄皮的。看，嗯，这蛮好看的，而且它也不会很拔干的那种，它持妆效果蛮久的，就不用一直补的。其实我上在手上给你们看。它是一个我觉得黄皮啊白皮都蛮好驾驭的一个颜色，你看很好看，它的质地哦也不是那种很干很干的，然后它的那个膜哦也很漂亮，它不会那种像有些 matte color 啊，它们的质地会做到很多沙沙这样的，我不是很喜欢。反正 so far 我觉得这个很 OK， 上在嘴上也很好看，它不会那种好像很夸张的红，它搭穿搭什么都很好配。看，其实我还会涂在外面一点，不用紧，下次再教你们。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唇膏笔，这个牌子的，也是在 Olive Young 买的，这种蛮不错的，就是你可以很好的做叠加晕染的，就很好做，好像你要这样子晕去外面啊，你也可以用它这样子哒哒哒，好像有时候我其实会擦完蛮外面的，这样，因为我嘴巴太小，太薄了，还有还这样。给它出来一点，然后上面也是，对呀，就很好开，自己蛮喜欢。然后它也很好清理，你就拿一个 tissue 找一个东西这样抹，那它就可以放在你的包包小小个这样。就这个我觉得蛮推的，这种唇膏笔。好，我们来下一个，这个呢其实也是 lip serum 来的，它其实有很长的名字的 PMNR。嗯，谁代言的哈？宋雨琦吗？忘记了。它是透明质地的，它会让你的嘴巴更丰满一点，就是它有一个效果是有封唇这样的。这个你也可以晚上用，也可以白天用。你等了一下哦，你会发现它凉凉的，然后好像真的会让你的嘴唇来更饱满一点点。这个也是蛮好用。现在做工啊。好，下一个我们来讲防晒。这次我去录了防晒，我去 try 了他们讲的很好很好用的防晒，买两款。然后这个 OK， Olive Young 也有一点很烦的是，它虽然是卖 Bundle Set， but 哦，它有时候 Bundle Set 很夸张嘞，三支一起，二部就好了，一加一 Bundle Set 我可以接受，可是三支要用到什么时候？所以呢，等一下影片看到最结尾，我会送大家东西，因为我真的用不了那么多。然后我买了这个是 Cell Fusion C， 这个是有可以润色的 ，so that 你擦有这个防晒呢，基本上如果那一天没有事做，因为我很喜欢素颜，真的太累了，所以我就会擦了防晒，给它提亮一点肤色，然后我就出门了。然后这个是没有润色效果的，这种就可以用在你要化妆前的时候用。然后那天呢，我就用了这个润色的，我觉得它蛮好用的，它不会那种死白的，可以用在这里给你们看，就涂，还有点像素颜霜，然后又有润色效果。你看，很美哦，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啊，我那天涂好过后，我很喜欢这个，它又不会泛白啊，然后整个又很保湿，很保湿这样的感觉，不会干干，也不会刺刺啊，怎么样啊，整个用完很舒服。然后他们是很推荐敏感肌的人去用这个牌子的，所以我还没用过普通款，所以我用了润色，我觉得很好用，很爱素颜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 try， 等一下会呀，对，影片看到最后，你们不要故意只拉到最后面啊，要看完影片。这个是这个素颜霜，这个也是素颜，真的是素颜霜。这个呢也很好用哎，天哪！这个呢，其实我不是要买这个的，我其实只是想要买另外一款，可是因为另外一款好难找。然后 so far 我就看到有人推这个叫 Night Vicious， 然后这款的素颜霜跟其他素颜霜不一样哦，它还有 SPF， 因为基本上我之前买过的素颜霜都没有防晒功能，然后这个有防晒功能，然后它又很轻薄，用好哦，我很喜欢。擦在颈上给你们看，擦一半给你们看。然后它不会那种很死白的，它跟你的肌肤贴合到很好。所以哦，有一些朋友啊，你们是不是可能像我这样，我就是晒太阳，基本上我会有色差呀。然后就是你颈项你也可以用，看到吗？
它是很自然的。你看这边是黑的，然后这边是它很贴合你的肌肤，就是好像本来就长这样，就是你本来就这么白的这样感觉啊。我也是很推这个，很好用，然后它也不会用了一段时间，好像你会有一点点白白在脸上，不会。然后它也蛮耐久的，就是来我一整天下来，它还会在我脸上。素颜霜你不可以期待它像粉底一样这么贴合你的肌肤啦，是不可能啦呀。就是给你一个像我这样 ，in case 你晒黑了，或者是你真的很懒惰，我就想要擦一个素颜霜出门，推。还有一个，这个我也推推啊，像这样子一袋一小 pair 的 bundle 我就很 OK， 因为像这样的 size 我很常去旅行，所以我带这个出去就够了。OK，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有点像是隔离霜，然后还有可以做保湿面霜，它很轻薄，然后我真的发现我上妆前用它，我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脱妆，又有保湿功能又轻薄。我记得这个保湿面霜哦，在 Olifant 是有排名的，很嫩，你看水水的，就是这样。因为哦，其实有些朋友们呢，你如果好像你上妆会卡纹啊，那些就是因为 maybe 你的 cream 你的乳霜太过润了， so that 你会卡纹。你看不黏腻，然后又很轻薄，真的是很舒服。大家可以找看这个，它叫 S Nature 银色的，这个很好用，我很喜欢。嗯，这个其实这个 Urban Decay 不是韩国的，它是我看到这个时长，我的 leader 又要讲我，不要理他们。就是呢，它是眼妆打底 ，eyeshadow base。这个呢，因为马来西亚已经没有进 Urban Decay 了，那我就看到它，哦，我想去买，这样而已。OK， next， 这位朋友是什么？这是发际线守护者，这个很好用呢。它有两个头，为什么我会买它？就是因为它有这两个东西，它是一个头是给你涂的，一个头是刷子给你晕开它。因为之前我买的哦都没有晕开刷子的，所以哦有这个刷子真的很好。然后还另外一个头哦，这边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补粉膏，就是你这样沾沾沾，它这边是有弹簧的，沾沾沾，然后过后你看啊，这样很多是吗？不要害怕，姐妹，啊、这边发际线也。因为我头发真的很少，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看啊，刷子，嗨不嗨，很自然，嗨不嗨，一个 magic， 跟你讲，不要相信网络，因为网络很多像我这样的骗子，是不是？这个来就是我的宝贝，我的天堂，我的发际线就不会那么空，是不是很自然？但打圈打圈，啊，咦，来，我这么长头发，向远看是不是什么鹅蛋脸？有没有？然后你风大也不怕，因为有些姐妹们这样子修饰你的脸型啊，那你一风大啊就会唰，你的头发就来，你用这个，它就也是固定在你的头发上。Hello Cushion， 我买的是 chocolate， 因为我喜欢它自然一点。好，下一个，这个是我买的电动刮眉刀，我还没有 try， 因为我一直忘记去买它的电池，它需要一个电池，然后还没有送。我会买它哦，主要原因是我想要一个很长久的刮眉刀之外，然后我也很相信这个牌子啦，叫什么 Filimili， 这样子一个头哦。还一个小个的嘞，很 Q， 来这边这样子你就用它，因为有时候哦这个很长很大，你知道很可怕，你知道吗？那我们刮眉刀哦，这么大个，我这样子刮刮刮哦，我的眼睫毛都要被刮走啊，我还没有 try， 耶，我有买它 ，next。这个，嘿，是不是很多嘎伤？这个呢，就是让你的头发不要那么毛的东西，你看哦，是不是很毛嘞？还有两个头，一个是这样子梳直的，然后一个呢是像睫毛膏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梳直的，其他牌子我没有看过有人卖梳直型的，就收发是他们家。想给你们看那个效果，你看这个发毛哦，你这样子梳它，啊，它就会很乖。你们看到吗？好像为什么头发会那么干净，就是因为有它，就不会那么毛躁。看到没？是不是觉得我很厉害？是不是觉得我很聪明？我很会买。这什么牌子啊？叮当 ，Relief。啊，我分享一半了，我很累，一直讲话。You can do this。好，然后这个呢，
我买了一盒，真的西北多一盒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要买来插我的眼镜啊、手机、电脑萤幕啊， blah blah blah， 因为我很讨厌我的手机一直有指纹，真的很烦，所以我就买，没有什么好介绍。But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有买过其他牌子的， so far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用。嗯，大家如果看到去买。好， next double eyelid。没有错，因为我在进步啦。OK， 不要那么严格。这个 double eyelid 呢，我觉得这个双面贴比较好，然后这是单面的，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用单面的，那我想 try 吧，它还是很明显，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我还是买double eyelid， 但是它很贵啦，它才几片而已哦，两片，所以我还是买 Daiso 比较好， Daiso 的好用，两片，真的是两片，好意思卖两片，我自己的原本的比较好用啦。OK， 下一个是这个，很生气呢，因为哦，它没有很好用嘞，它的效果不明显， maybe 也不可以把它当做是仙丹，没有错，因为它这样子一片一片卖嘞，就是它一片里面有四片，它这个是祛痘的，因为你们知道了，我胸口跟背后很容易长痘痘，我还没有 find out 要怎么解决它，等我有一天真的有办法了，还是你们有办法可以教我一下，然后它就是这样的，然后就贴在你的胸口睡觉。我觉得怎么定义它，我觉得还好，是我觉得起码要消红，但我觉得它没有消到，所以我还买了五片，因为我很相信它，它放在格子的最上面，我就觉得哇一定很好用，我就买了，但是我还是会用完它， maybe 它效果比较慢，对不对？不要打死人家。OK， 叮叮，大家如果看我上一个韩国的影片就知道我们有去做美发，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很喜欢那个美发师帮我用的一个 curl cream， OK， curl cream， 然后呢我就在 Olivia 看到它，我就买它了。它这个呢就是当你有卷头发的时候，你这样子就它就会比较定一点，就它不需要好像很硬啊，像那种 hairspray 这样硬啊，没有，它就是就然后给它持久一点。这个我用了，我有被烧到，所以我就看到了，哎，有货我就买。好，下面的呢就是来讲，不是在 Olive Young 买的， so far 我看到它，所以我就讲它呗。嘿嘿，这个呢 feel， 哎，很难啊。现在的牌子太难了，它这个呢，其实我不是因为它，我是因为它我去买的。然后呢，它也不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想要的是银色的，很可爱的。它这个是什么呢？它这个是唇膏，买了这个颜色啊。So far， 你看像这种唇状的哦，对，膏状什么唇状什么鬼，膏状的哦，你就可以用这样。Yes，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那边里面我觉得最，因为哇真的是很可怕，就是一扫而空，只是那几个颜色。那我拿的这个 Slay， so far 我觉得它是里面最适合我的啦，它有点偏紫的红啊，它可以这样子用，嘿嘿，这样我觉得啦，它在我的脸上很好看，它在我的嘴上没有那么好看，就是你可以这样，看到吗？What is this? Oh my. 等。就是当你今天要补妆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做。只要不管你有买，你就可以拿到它这个吊饰。那个吊饰超级无敌可爱呀！这次去韩国真的可以学到很多，真的。这么小个哦，那还是这样打开。叮叮，这个应该是给晒到的，有点融了呀，这样。拿的这个颜色忘记什么颜色了，这个比较偏红一点点，这 maybe 上嘴就会比较好看，嘿嘿，你看这个很好看哦，别浪费，好看，这个我还没有 try 放在嘴巴上。然后呢，它这边有一个小镜子，晶晶，看一下你们自己，很喜欢一下，然后我每次都带它出门。我觉得彩妆部分应该就目前是这样子哦，下一个，嘿嘿嘿，要介绍彩妆以外的东西啦。OK， 我们先介绍我带过了的，这个牌子是 Marie 的，我不懂是不是这么念，我
觉得这个红色很好看。然后为什么我会选红色这么大胆，就是因为我有 check 到我的红色是我的幸运色，那我就买了。它这整个帽型哦都好看，就是你来其实搭配一个红色来就觉得哇你真的在打扮，很会打扮呀。所以呢各位可以尝试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真的很不错哦。还有一个是我看了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发夹很好看，也是一个银色的 Melida， 它就是来这样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造型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那你放一个旁分，然后呢你就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Yes，就是这样。然后呢在 Marita 呢我还有买了一个它的 T 恤，它的尺码其实偏大的，我就是想要买一个白色 T， 然后就买了49韩币，很简单的一个，也很韩风这样。下一个是这件，我觉得很好看，它是灰色的，它整个刺绣很精致，还有这个类似花的图案，我就觉得好有感觉，然后我就买了，很好看。这个这多少钱？109韩币，000，这个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是在 Supreme 看到的，它的内裤，这是男生的内裤啦。我只是买它是因为，好像我们女生穿低腰裤，我们就穿男生的内裤，这是一个 tips 来的，你们可以 try。也是因为它是红色，我买的是最小 size， 它其实是四个包装一起的，然后我两条，常用两条。它不是只有两条吗？四条啦，我不是给你两条吗？你先好一条哦。有，我丢去你那边，因为你丢过来。结束了，要结束了。下一个是 tambourines， 嘻嘻嘻嘻嘻。大家有送我的，不是我买的。收礼物就是开心。我跟你讲，我是护手霜爱好者，你们知道的吧？然后呢 ，tambourines 家的呢，之前那一个我用完了，真的是用完哦。叉末真的是他们家的主要商品，是真的，就是来非常的好闻。但是他们要进步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外包装很容易刮到，刮到了就非常的丑，真的就是这样罢了。喂，这个很难开嘞，包，我没有指甲。真的是很新的战利品哦，当当 ，Hello， 怎么那么紧？嘿嘿，鹅蛋，这个是香水，我买的是 Holy Meadow， 很喜欢。这个我也是买同样的，这个其实我是看到它的包装银色就。被射到了，然后我其实蛮喜欢他们家的，因为他们家的护手霜哦，又好看又好用。之前哦，这个断货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买不到，我这次去买到了，嘻嘻，小小一个，这样很可爱。还有这个，嘻嘻。Next， 这就是我刚刚装了一大堆东西的包包。买这包包之前，其实我就有看到它了的，我就其实没有到非常需要买它。And then 哦，又看好我的心也啵啵啵啵的跳。我已经劝退它了的。你劝退不了我，因为用你的钱。这个包包又是红色，它整个容量超级无敌大，然后有种夏天风，主要它是红色。然后呢，我们又要去菲律宾玩了，所以我要买它给你们看。真的是 ，Oh my god， 有没有夏天的感觉？然后你想象着我穿比基尼短裤，很好看这个。然后他们家品牌的风格呢，都是比较个性的 ，No care 任何东西那种感觉。他设计的那个有一点，像那种欧美国家那种球衣风格。这个包真的好好看，然后我买的时候还是最后一个哟。然后它里面呢有这样很大真的，然后一格两格，还有这里像鳄鱼一样大。接下来是他们家的衣服，不懂做什么，他们家有一种魔力，进去两一拿拿拿的就买了。真的是很可爱啦，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而且他们家哦尺码都好小，虽然讲我是可以，但我又不喜欢很紧很紧的东西。你看这个很好看，我在家买真的买很多。你看这个是 L size 哎，好彩我拿 L size， 我真的是聪明的我。你看就是这样，其实 maybe 可以穿一个白色的 deal 就可以了。然后他们的 T 恤都是做有腰型的，就是来
鸡样子的，很显身材的那种。还有这个，因为它加布料真的很好，我又很想要买 T 恤类，我就进了他家的这个，也是很有腰型的 Skechers 这样。我本来不是买这个颜色，我本来是买米白色的，然后米白色已经没有货了，然后我就讲哦，粉色也是买 L size， 真的东西都是 L size。然后还有买了两个裤子，耶。因为最近很流行这种风格，穿男友内裤那种风格，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菲律宾嘛，买了一个这样的。我这个我记得我也是买 L size 没有错的话，因为其实这种裤头我不是很喜欢勒勒的，所以我就买了 L size。我还有一个是 I think L size 啊，其实我要买 M size 的，然后它只有 L size， 这个很可爱耶。然后这个比较短裤一点，这个是比较偏松的裤腿，这个呢是比较短一点，就是你可以露你的腿幅度比较宽的，然后它这边有点缩紧你的腿这样的感觉，很可爱呀。就是韩国现在很流行的穿搭，欧美国家也很流行。好，下一个真的是最后了 ，OK。我很喜欢的猫猫吊饰，那是磁扣的哦，很可爱吧。然后我想说如果弟喵也做得到一个这样的吊饰该有多好，我们全部家族的人都可以牵着手。我买的是蓝色，其实这个是情侣款，因为常勇买了黑色，所以我拿了蓝色，蓝色也很好看。然后就是这个我要送你们的，在上一个 vlog 有讲，这个当然就是抽给上面的朋友啦。这个呢它其实是跟这个家一起的，其实挂包包也很可爱，就这样小小一个，然后它里面是放那种零钱啊，它这边是写放 Apple case 啦，我没有 Apple case， 然后是这样，我自己拿来放那个 SD 卡的 adapter， 因为它很小，你又可以挂在我的相机那边那个袋上面，所以我就觉得很方便。不是最后哦，你也换一个包包啊，所以要得到的，我不知道 maybe 我可能已经送出去了，下次我会尽量的买很多礼物送给大家，只要我看到我很喜欢，然后我也觉得哇送给你们很可爱，然后是当地的那种local 的 brand， 我就会送给大家，所以大家看我的 vlog 哦，爱你们。下一个就是每次出场几乎都会问我是什么包包，这个 Dan Oil，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包，我之前已经买过一个白色，那个白色的真的是很心痛，就在拍那新年 MV 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染色的衣服，那衣服我真的不知道它染色染到我整个皮肤都是，你知道夸张到这种程度，然后就 Oh my god， 我的白色包包中了，然后拿去洗也洗不了，那个包包就是有点脏脏的，我就很 sad。 其实在买那款白色的时候我是要买黑色或者是巧克力色的，然后一直都没有货，这次去我有货，我就直接买了褐色了，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黑色，就是看久我就不想要黑色的东西，就买了一个褐色的，它很可爱你知道吗，它就是那个 shape， 然后又很得体，就像背很好看，它又很耐装，它连我这样出去拍 vlog 这个相机哦也可以装在里面，它就是空间很大，然后它里面呢还有小暗格跟这种拉链暗袋，然后前面呢可以放零钱，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很大头症，所以我这个小格我其实是拿来放 Samsung Tag， 而且这个包包是我看到 Le Sserafim 的徐允珍，它就这样子挂，我就觉得很好看，就这样挂，这样就很好看啊，然后你还可以挂一些丝巾丝带啊，绕一下啊，整个就是做你自己想要的包包，就超好看的。好嘞，然后呢最后呢我不是有真的这样买一送二很多吗，然后呢在影片的后面呢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呢我会抽两个人，只要你们分享按赞留言这个影片，记得在 IG tag 我，这样还有这种你们会喜欢吗，我也放一点点给你们啦，真的是一个很 random 的东西好不好，就是我会抽两个人这样子拿一 set 给你们带回家寄给你们，什么都不用给，只要在下面留言按赞分享影片，然后下次我就再买很多很多很多的给你们，今天的战利品分享呢就到这里了对不对，
应该没有肉吧？有肉也不用紧啦。你们还喜欢看这种吗？除了韩国、中国、日本，我会买比较多东西之外，如果出国我都不太会买东西的人呀。如果你们喜欢我分享这种战利品的影片 ，maybe 如果真的是买不太多，我就累积咯。还是你们会想要看我平时买一些什么好物分享啊？你们在下面给我知道。算是蛮会买的人的，就很多好康。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真的很长啊呀！谢谢你们看到最后，拜拜。